始的时候，因为你是小孩要做七分熟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问题，这块肉是越嚼越香，慢慢吃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海鲜盘的话，鲑鱼、生蚝，然后还有一只焗烤虾，生蚝两个都是做全熟。好，谢谢。他这边普罗旺好，没事。星星，你已经吃一碗饭了，你还想再吃哦？再一次，因为刚才拍错了。现在是关吧。而且我家又没有，我家 WiFi 很烂。啊，因为我在想，因为我妈说要把中华电信上面换成什么建，好不好？台建换成什么？那中华换成群建，群就不对了。群建，它还可以这种群会断，容易断，因为英雄联盟都是打打的，会断，怎么办？像我这个还是换，我是你那个。你那个家里的网速是多大？多快？开 WiFi 接超慢，那一定很慢，那一定才两 M。你换光纤啊，换光纤就好了、啊。对吧？讲嘛，不要换，不要换，就全键跟因为算说差蛮多的嘛，全键几百块。对，全键比较便宜，但是它容易断线。换之前都是。我跟他讲，他说什么？不会啊，我们自己家里也是用群线的啊，然后老是断线啊。他没来的时候，我都是用群线。因为我以前家里也是用群线，然后后来才走。对啊，因为。你群建也是接线接到走，那刚好不直接就走了。那他直接还要接线，然后人直接在接电脑线，没有了。对啊，我马上接 WiFi。对啊，没有。反正要插无线网卡。那也没有很快。对啊，干脆接 WiFi 就好。接 WiFi 就好。飞到一半没有到，还有差一段，自己还有里头，然后再关掉，然后是关掉，关掉，收起来。